主料：豇豆300克，瘦肉50克，辅料：黄豆酱10克，姜3克，蒜2粒，生抽、鸡粉、盐、料、保水淀粉、食用油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豇豆、瘦肉、姜蒜切末，瘦肉切粒放生粉、生抽、盐、料酒抓匀腌制5分钟。豇豆洗净入滚水煮至断生，捞出立马泡进冷水里，将泡过的豇豆切成较长的段，将豇豆撕开，锅里放油放入瘦肉粒滑至变色，加入姜蒜末爆出香味，加入一勺黄酱炒出香味，最后倒入豇豆翻炒，然后加入少许盐、生抽、鸡粉翻炒均匀，勾入保子炒匀几步装盘即可。烹饪技巧：煮水后的豇豆要立马泡进冷水里，使豇豆保持翠绿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